Windows 又需要更新靠。别。你好，欢迎迪亚波宅 RTW 一老师0702进入直播间。直播间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手机版的直播间更新了吗？这是我什么时候拍的破照片？不是，哦，这昨天做挑战拍的，忘了删了，怪不得。欢迎 The Career 进入直播间 ，A Career 进入直播间，重音读错了。看着我们的新家慢慢的加载出来。欢迎风流倜傥微微侠进入直播间 ，OK 啊，我们继续我们这个地方的建造之旅。首先，我们需要加个队伍，因为不，我觉得我们最好先做个每日任务吧，是不是？日常任务先把日常任务解决了吧。欢迎 NARS， 傲娇的丸子酱 TA 费进入直播间。我身上的所有的那个，没有人来打每日行动。肉都坏了，没人打我就等着呗，我们也不着急。我们继续造我们的这个基地。这个基地呢，我有个想法是说这个样子，是感谢迪亚波宅投喂的给大佬递茶，并成为我们今天的高能榜第一名。欢迎 Silence 进入直播间。这个地方我，因为我其实是。关键就是这个舞台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还是不是非常的明朗。这个舞台因为上面我是要放那架钢琴，但我找不到了，所以我们还是先把其他东西放好。把这个帐篷放好。这个帐篷呢是给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发现啊，很多时候你建的那些建筑还不如说放这个帐篷来的更加融洽。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废土风的 camp 的话，如果我就发现，如果我们要做废土风的 camp 的话，这个帐篷基本是必不可少。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这么一个 camp，你一看就知道哦，这边是这种原版聚落风格，就必须要有这个东西。那这边呢，我们就不对，工作台，我觉得应该工作台放在这里吧。26号更新，现在是第三赛季嘛，26号更新那个库存更新啊，接下来的东西还没说，我们现在已知的就是26号会更新库存更新，inventory update。其实今天官方出了个视频，我打算下午的时候给大家翻译一下，但是上午为什么没翻译？是因为我想玩游戏啊，我想赶紧上来玩游戏，但是官方发了个介绍视频，什么副本？我通了94吧，副本没开啊。其实每日行动某种意义来说代替了，暂时代替了副本。我还有这几个任务呢，在这里面你看，就是我打过了嘛，我都打过了，三种，冲刷、溺亡、熔毁，94的当时是，其他的没有开。主要还是因为他94这一次不是说特别成功啊，因为他有点太难了，就很多玩家反映，他关键是服务器不太行，然后他还限时，服务器不太行，然后单人通关的话基本是没有奖励，所以后来就回炉了，但是还没有重造，回炉是回炉了，回炉了还没重造，但是。我们再等一个人进来打吗？还是你想现在就打？你再等一个人再打？今天是什么？啊，今天还好啊，今天就是个隐身，不是那个弹力。谢天谢地，他是不是好友列表还有 bug 啊？没开，靠，是有 bug，他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到时候看吧。我们现在打吧，我觉得两个人打这个没什么问题吧。没有啊。没看到，靠，怎么走了？算了，他等我每次上线的时候看到再加吧。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总是有的时候这个他是没有反应的，不是你发了他是不显示的，所以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两个为什么都这么长啊？导致我很尴尬呀。他们两个都这么长，那我这个就只能放在这个里面了。然后这个放在这儿。工作台嘛。然后工作台旁边肯定是要有储物箱的，工作台旁边怎能没有储物箱呢？至于用什么样的储物箱，这就要自由发挥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储物箱，我们有
这种，还有一辆车，甚至各种各样的储物箱。我觉得这里我们放钢铁兄弟会的吧，这塞得下吗？这还真塞得下，惊了。可以放下一个钢铁兄弟会的储物箱，那这个可以移进来一点，其实。他这个游戏加好友就是，每一次加好友的话，基本都是要我下次上线的时候才能看到的。他经常这样。废土客什么看法？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没玩够啊。废土客不短，但是我还是没有玩够。它倒是正好是我想要的东西，它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废土客。This is the Brotherhood of Steel. Greetings from uplinks in this area have stopped coming through. Find them, fix them. Looks like the signal repeater's cold too. Head there and repair it first. On the double team.Initiating signal calibration. They won't take that line down. Brace yourselves. Ah, 你是猫吗？喇叭。七六已经放弃 PVP 了，记得你也知道，之前贝塞斯达那个他们工作室接受采访了，他们特别说过，就是误判，玩家对于 PVP 的热情是很低的。就举个例子吧，他们这个意思啊，我当然没有详细数据啊，但我举个例子，就好比说你玩家有100个人，其中只有2个人对 PVP 有兴趣，那他们当然就把这个资源全部都倾斜到非 PVP 上。所以说这个 PVP 现在对辐射76来说已经没啥未来了， PVP 内容可见的未来，起码我敢说绝大部分全部都会是 PVE 内容。像河东天也不更新了，生存服也关了，你们看看吧，河东天也不更新，河东天上次更新都多少半年以前了吧，一个河东天连地图都更新不出来，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放弃 PVP 了。而且河东天挑战也很久没有，大家记得上次挑战是什么时候吗？上次河东天挑战已经是，我靠，不会已经是去年圣诞节了吧？不是指2020年圣诞节，是指2019年圣诞节。上次河东天挑战是不是那个时候啊？不对，上次河东天挑战应该是2019年的。应该是2020年的3-4月份，那个摩根镇更新的时候，有一次大雪挑战吧，我记得。但是河东天的限定挑战也很久没有了，然后，河东天也很久不更新了，生存也没了，所以 PVP 这个内容以后估计会越来越少，基本不太会说再出现。目前他们的重心全部是 PVE 内容，包括以后的那个远征模式 Expeditions 是我最期待的内容之一，是我明年目前已知的最期待的就是远征模式。因为远征模式如果有不知道的朋友和大家简要说一下，远征模式你可以类比为缩小版的原港和核子世界，官方已经确认了，就是你做一种载具去一个额外的新地图然后探索，这点是已经确定了的。远征模式也就是说明年不是什么明年，今年2021年，今年就会出新的地图，
这个已经板上钉钉了，今年就会出新地图，而且新的地图不是连着阿帕拉契亚的，新的地图是要你坐载具去的，这一点他们在采访里也说了，所以是很可能是很远的地方，去哪里我不知道，不过大家可以猜一猜，难道是去两百年以前的这个两百年以前的波士顿的某个区域，还是莫哈维的某个区域，还是旧金山，还是华盛顿，还是对吧，都有可能。当然大家，我在这边给大家一个正确预期啊，它不是大地图啊，它不是辐射76这种一个，它不是一整个大地图啊。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去华盛顿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们是去 GN2 广场和附近的区域，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就如果我们去华盛顿，我们去的是 GN2 广场和附近的地方，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去波士顿，我们可能去的是这个比方说举个例子啊，波士顿市中心啊，波士顿市中心。比如说我们去的是旧金山，我们可能去的是这个那个潜艇城啊，对，那种小一些的新地图，是这样子。我猜很有可能，我靠，我怎么卡住了？我刚才枪卡住了。靠，这帮人在哪里？哎，靠，又找不到了。我猜很有可能是我们以前是坐船对吧，核子世界是坐那个天车啊，轻轨，然后那个原港是坐船。那我猜啊，我猜大家觉得阿帕拉契亚最有存在感的交通工具是哪一种？我想这个不用多说，你们仔细想想，阿帕拉契亚最有存在感的交通方式是火车呀，是火车。我们很有可能会有一个社区活动，就像阿特拉斯堡垒那一次捐材料，然后玩家修复从一个火车站延伸到地图外的一段这个铁轨，然后我们坐火车去这个地方，对吧？这是最有可能的火车。捡点差不多了。最幸运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日常刚打完我进去了，就是说我上浮，然后看到一个队，然后这个队有三个人在打每日行动，然后我一进去，哎，瞬间完成，哎，这个是最爽的事情，每天最爽的就是这个。如果这一天遇到这个，整一天心情都很好。哦，这个是你啊 ，Muna QAQ 是你啊，我才知道，靠。绿箱。没人我都换服的，一般没人我都换服的，朋友们，没人我也不想单打，真的没人我直接换服的，一般是这样子的。这个东西怎么这么暗啊？不对吧，这个桶为什么这么暗啊？什么情况？这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哎，你们看，这个桶根本就不投光啊！不对，它投光，但是为什么作为火焰，它投的是白光？为什么它投的是白光，而且光还这么暗？这是为什么？
这是啥情况？这什么情况啊？把这个垫子放一下，因为这里是我们动力甲维护处啊。我的制造呢？怎么这么黑呀？英克雷动力甲，红火箭响应者。我能说我觉得英克雷不是红火箭这个太杂了嘛，所以我们用响应者这个，响应者这个比较啊，它比较低调，它是黑色的，比那个黄色的也要好看。它不是黑色，它是深怎么说？它是深蓝色的，这么说吧。我们需要一点光啊。这种地方，这种工作室应该用这种比较正式的灯啊，不能瞎用。比较正式的灯就是这种银这种灯。哎，对，这种毕竟这是个工作室，是吧？你工作室就应该搞这种比较工业化的灯，而不是那些很奇怪的灯。然后放在这个上面，非常完美。哎，非常完美。这是我们的工作台区域，这个地方我是打算怎么样？我是打算建路灯的。我来看一下，它有这么几种路灯，我们可以选。看看。大家注意这个底下的这个六边形，你就能判断它的正确朝向是哪里。但这连接处被这个雕像给挡住了。哎，这个光多亮啊，对吧？这多好看，这多好看，这路灯。感谢喇叭阿姨投喂的十个冰可乐，并成为今天高能榜第一名。这边在这边再放一个吧，我是想在对齐的地方放，那应该就是这儿了，应该就是这里，对齐的地方，差不多啊。哎，路灯还是要正经的路灯。才比较给力。这边我是在想啊，因为这个地方其实雕像放上去并不好，雕像放上去以后搞得很乱。我这一次不想造一个很乱的聚落，所以呢就不放这个雕像。
有些东西虽然买了，但是没必要，就必须都要放着。欧本，这是这个工坊，这是我们，哎，这是我们的工坊，工坊开业。看看工坊啊，首先这边的地板要换一下，工坊的地板就要换成这种，是吧？工坊的地板就要换成这种铁的防滑地板，这样才比较工业。我想给这边加上这个围，我看看行不行，应该不行。它这边有个东西挡着，这边加不上，那无所谓了。然后为了细节考量，我们还需要一个储物箱，是这个大工具箱，大工具箱这样子放在这个地方。瞭望塔没放不下了。而且瞭望塔和这个地方的风格不符，大家也看到，我已经厌倦了那种灯红酒绿的啊繁华聚落生活，我现在就想造一个质朴的农场小镇，所以瞭望塔怎么可能出现在农场小镇里面呢？这不合理啊，瞭望塔在要塞里可以解释吗？但是它不符合我们这个聚落的风格，所以不能放在这里。质朴小镇也不一定要是红脖子嘛，你看那个清泉镇，不对，不能说莫哈维，莫哈维也差不多了。我指的是这种田园生活，这边还能每天采采啊东西。哦，这边还缺个东西呢，垃圾箱，垃圾箱不能忘掉。这是整个我们的命之本源，生命之源就是垃圾箱。如果没了垃圾箱，一切都没了意义。整齐，高效。再来。这次是这边，已超出工坊预算，已超出工坊预算，最恐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我要拿来干嘛用啊，真的。这工业风扇太大了，哎，不对，放得下，但是放在这儿是不是有点不对劲？这个倒是可以放在这里，这个倒是可以放在这儿。那个大的，想想别的地方。Open，这后面是围墙，一路围到这儿来。这是哪个来着？这是中庭。
这是。这是大厅，其实。刚才不有个绿的吗？那这是为什么？那我们也放这儿吧。这是大厅，这是反应堆，需要帮，哪里需要帮助了？神经，靠，真的无语。反应堆。大家看到我其实很巧妙的把这幢房子本来是进不去的嘛，对吧？它进不去，那怎么办？那我就把这座房子变成了避难所的入口。大家看这些门啊，这都是在，都是意思说你进到这个房子里面，进到这个房子地下室里面，进到这个房子的里面，然后进入我们的避难所啊，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应该调换一下，这两个。这两个，因为我其实想让大家通过这个进避难所，所以我应该把这个放在前面，这样比较显眼。如果把它放在后面的话，可能大部分人就会从中庭进，而不是从大厅进。OK，这样。然后，如果我们进入反应堆，里面是这样。但是，其实我有个更好的想法。我觉得我应该现在就付诸实践，就是说反应堆啊，首先把它俩拆了，我要做一堆这种线缆的感觉。这样。我找个稍微暗一点的灯啊，不要搞这么亮。
后这边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既然这里是反应堆，对不对？那就应该有很多的这个电缆管，这才合理，对吧？所以呢，我就要开始我靠，我点错了是吧？不对，我忘了。不了，我打完了，我忘了改了。要把他们啊这样子接起来。这种管道都要有一根线出来。支线中，更真实了。与什么重叠了？神经病。什么意思啊？这东西还不能竖着放。
这线缆足够多了。进去看一眼吗？确保安然无恙，看起来是非常的安然无恙。很好。回到地面，这样的话。哎，这边为什么放不下会议桌啊？这不应该，靠，这真的还放不下哎！哎，这样可以放。但是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用来当会议桌的呀。这里实际上是我本来打算。算了，就在这儿放会议桌吧。造血机的话，正常要放，也应该是放在舞台的两侧。两侧的话，我看一下，这样，应该是放在这个地方。但是最好往后一些。我们把它移过来一点。这样应该就对齐了。造血机连上去，哎，你们看是不是完美？等会儿再来一道，这个舞台上面就一直在飘雪，哇，这是真的很棒。
正常的，你是指，哦，正常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不做。需要帮助？What the fuck？只能凑合一下。一排路灯是建好了，起码。电线过长，我是想把这个地方稍微做的不要那么突兀。交相辉映，然后在舞台这里交互、交汇。我本来这个地方是给索菲亚的，本来这个地方是给索菲亚的，但是算了，这地方还是给索菲亚吧。看看这帮椅子移到这里，也不是不行。这毕竟本来就是兄弟会的地方，那就当个兄弟会的临时哨站。也很 OK。这地方还是给索菲亚，让索菲亚研究研究这个变种人啊，给他找点事儿做，给他找点事儿做。地板，地板。有好多地板。选择困难症犯了，shit，可恶！
这个肯定是要华丽一些的地板，毕竟它是个舞台啊。避难所科技镜，哎，不对，我 NPC 呢？我这地方应该有两 NPC 的呀，我 NPC 去哪了？我前几次登录都有两个 NPC 的呀，怎么不见了？怪。啊，现在出来了，你们看，现在真的出来了。这地方会刷三个 NPC， 不对，对对对，刷三个。这个地方会刷三个居民 NPC， 固定的。然后我还有一个盟友，也就是说这样子呢就变成了，哦，还有商人。你看这多像一个小镇，这么多人，这里面起码有三四个人，是吧？在这里。我还有我的这个我盟友呢，他怎么跳到外面去了？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是吧？这很好。不行，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这样太乱了。这个关键是它光影的问题，这个地方的光影有问题啊，它搞得非常晃眼。我要想想别的办法，我要想想别的办法。如果我把这个造血机放在这里呢？会是个什么效果？我来看看。放一个电，放一个小型发电机看看。再往外面来一点就好。
我非常的纠结。我现在唯一一个满意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还是很满意的，但是别的地方就不一定了。家具条目被封禁。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难办啊，难办啊！纠结呀！巨纠结。无比纠结。靠，这等等，这居然能放。令人震惊。还真能放啊！啊，这，但是能放是能放，但它是在建筑，但是它是在围栏外面的呀。这样也能放，在想，哼，要不这样，我们把那个地方改成钢铁兄弟会的哨站，为什么呢？大家想，钢铁兄弟会偶尔来这里巡逻，他们是军事人员，对吧？他们在围墙外面待着也没什么问题。
这很合理呀，是不是？把那个夜光地图放在这里。开会的地方，把那个路障搬几个路障过来。我觉得那里不要做守卫哨了，这边做商店。这边做商店。这里做，防御，悬崖风景不要了，风景看腻了。我靠，他还骑上去了。那我们这边要做成一个商店啊。来，商店，该开店了。放不下，最尴尬的事发生了。对，应该没问题，只要……靠，真放不下啊！我是打算背对背建两个，
我觉得提升还是有不少的，很大那不一定，但是还是能看出来不一样。主要是光影，光影提升很大，画面贴图模型是没有区别的，贴图模型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光影提升很大，光影提升真的巨大，这个你一比就知道了。毕竟我也一直在玩辐射四嘛，一直在玩辐射四，一直在玩辐射七六，我感受是很明显的。光影上，七六是提升很大的。这就很尴尬了，这是不是？这就很尴尬了，这个，这怎么办？对，纯网游，这就是个网络游戏，不是带有联机的单机游戏，MMORPG，它就是 MMORPG。那四种有什么区别来着？啊，这样子的。那其实这样的话，我没有必要这样子放啊，我可以直接正大光明的，是吧？正大光明的放。只可惜还没通电，需要把电拉过来。但是这个地方拉电其实最好，其实最好是通过这个路灯绕一圈过来。就比如说这里，我们找个中心点看一下。或者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算了，我们还是用路灯绕过来，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呀、啊。用路灯绕过来，那中心点应该是在这里，我看到。这边应该是我们这个 compound 的，我们这个宅院的中心点，说的跟圣约村一样。这样。哎，什么东西？几块破砖头，我们四面都给它做上这个路灯，这没有对齐，我怎么感觉，是吧？歪了一点，正一下，这样应该 OK 了。就从这边绕一圈绕过来，否则它这个电线会说不够长，它电线会说不够长。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哦，同一个队伍的，怪不得。我说呢，我们是从这边，我们直走。我要保证他们差不多对齐。完了，保证不了了，因为这个是在桶上的。这路灯是在桶上的，这就很难办了。啊，这游戏是你要搬家的呀，你只能同时有一个 camp，你不能同时有两个 camp。我建了这个就代表我以前那个已经消失了。
我以前的 camp 已经不复存在了，被我拆了，我才能建这一个。不对，这不是中心点，找错了。关键这边对不起。哎，这是个问题啊。可恶。那我宁愿这个往后一些，也不要这么靠前，我说他们挤在一起显得不好看。那这个在这儿吧，要不在这儿。对，桶这里面是拆不了。哎，也不错，这样效果也不错，这样效果也不错。接下来是这个。什么情况？啊，朝向是这里。我有时差，我这里是早上，早上十点半。再来一个。这是哪需要重叠了？靠！对，恶阵二点零，恶阵二点零，这。没对齐呀、啊！什么叫修复了吗？电缆管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电缆管放在表示牌子上，电线可以穿墙？这边总算可以用红火箭接口了。两个接待员，对了，不能只有两个红火箭，我们还有那个，一个是这个酿酒机器人，一个是斯洛克姆桥贩卖机，两个这个接待员，导购员，或者我们说他们是导购员。靠，超出预算，红火箭电缆管七六不是福射四没有这东西啊，这是七六后来更新的，福射四没有红火箭电缆管，只有电缆管。You'd think with all the monsters running around, we humans would get along better. Luckily, most everyone sees the benefit of trade. 不懂。
居民们开始砍柴了，大家看，居民们开始干活了。好好干活啊，咱们把这个地方建设好了，好好干活。启动了，红火箭超级市场已启动，贩卖机器人已启动。除了耐心还要有创造力，毕竟你要懂得如何组合一些东西，你要自己发现。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朋友你看这里，这个是一个雨水样本采集器，这个是一个高屋顶，但是你是怎么得到一个花盆屋顶呢？你就先造一个普通房顶，对吧？你看，造一个普通房顶，你把这个雨水样本收集器放上去，然后你再把这个替换成高屋顶，你就得到了一个放在屋顶上的花盆。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操作是用替换这个步骤完成。比如说这个门，当你知道门可以替换以后，你在合适的情况下就可以选用合适的门。比如说你想在一个普通地方造一个这样的门，不知道是什么情境之下，你也可以，你把它替换。替换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用替换创造出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而且很多东西都可以替换。他这句话没说错，那个居民说了一句 This place has a lot of potentials， 这地方有很大的潜力。那可不是，这地方潜力大了去了。这地方能造一个很好的镇子，只要他们好好干活。我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没有建，我就需要看看。需要把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地方，这其实不简单，因为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地方，冰柱灯，这是最爱，因为这灯实在是太漂亮了。感谢荒坂赖轩的总裁生活投喂一个小星星以及十个辣条。这飞机肯定是放不下了，可以直接拆了。我到现在没有找到我的钢琴，哦，在这儿。原来它被折叠起来了。
对吧？有了这个钢琴，我的舞台就有用，我的舞台总算有用。这边要做一些椅子什么的。可以把这边的地铺上，这样更好，对吧？这里可以做出来。那我就不用这个建筑了，我可以把它改到这里来。我把卫生间改到这里来，这样它不会遮挡这个。哎，什么意思？哦，这个门呢？但是我先把楼梯放下来。不行，这个方向，这楼梯看来要放在这个地方，对。这楼梯要放在这里。要换个方向。房顶，对，把这个放到这儿来，这样更好，这样真的更好，因为这边就不会阻挡视野，不会突然出来一个建筑阻挡视野。最好的是这边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个坡，它给这个建筑一种不是那么孤立的怂了一个方块的感觉，而是说，第一，我们这边有连接物，整个平台是上去的；第二，说这边又有个线条引上去，所以就很棒，比原来的这个设计要好，确实比原来的设计要好。但是我们这两个也需要变一下，都需要变一下。这边不用，这个需要用黑色的瓷砖，这边黑色的瓷砖，这边用白色的瓷砖。感谢神奇猫之前投的10个小星星，这边用白色的小瓷砖，
然后地上用这个白色干净瓷砖，这个转移过来。那为什么这个镜子？等一会儿看看。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能放啊？哦，附属电线无效。电线忘拆了，这样就 OK 了。萧福淋浴间，然后啊，这就是他要上场的时候。他是几个？三个。我靠，这不行啊，他要30个呢。那这个东西不能上场啊，上不了场。我们需要用一个穿墙管线，用一个穿墙管线把它穿出来啊，这样子。穿墙管线把它穿出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开一个接口接上去，然后哎，这边是太不对，我靠，它为什么自动跳到那边去了呀？往后撤一点，OK。那为什么它没电？不可能啊，怪不得没接上。我说呢，现在就 OK 了。现在就 OK 了。在这窗户外面我们还放了这个哎，我怎么掉下来？这样换成这个房顶 OK。 祖传屋顶，那当然，这屋顶这么好，当然要一直用啊，不用忍不了。马桶，你没有注意到我把这个卫生间给搬过来了，它本来在那个地方，我给它搬过来，搬到这儿来，这样更好看。换一下，加一个。加一个这个，哎，这多好看，是吧？
加一下，因为这东西能给这个地方提升很大的这种感觉。你们看，加了以后和不加完全不一样，加了以后就感觉很温馨，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是这个遮阳棚就是这么重要。遮阳棚你不加和你加完全那是两回事情。这个建筑是绿的，所以我们就加绿的遮阳棚。遮阳棚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时差党啊，我早上九点早上十点啊，早上快十一点，10:50，今天12:30上课。这边也可以加一个。最近没有什么，主要是26号有个库存更新。最近他们刚放完假，也理应不会有什么东西的。继续，卫生间完成了，没完成，我镜子呢？我的镜子在何处？这东西不要放在这里，我觉得这东西作为卫生间的排气扇比较好，比如说就把它放在这儿，是吧？你看它甚至还有水雾出来，这岂不是完美？哎，放在这个地方。我的镜子来了。应该调个电台是吧？最喜欢的歌之一。正确决定就是他选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这首歌太赞了。
特技都会唱歌，其实比较合适。Oh, no, come on. I wish I knew the story behind this next song because it was written so long ago, but it's so appropriate pretty much every day in Appalachia. Here is Praise the Lord and Pass the Ammunition. Don't fight the fall. Just a miss makes it harder to see.这个聚落越来越热闹，大家看，有居民，有商人，有机器人，有盟友，越来越热闹，这地方越来越像个镇子。有一二三三个机器人，三个机器人，一个盟友，一个商人，两个 NPC， 两个 NPC 是固定的，三个机器人也是固定的，盟友也是固定的，只有这个商人是随机的而已。这个镇是越来越像样了。四季宝英文版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他的语气是什么样子。更欠扁。法斯纳克特，我想点一首歌。靠，他这个嗓音实在是过于让人，给我来一首民间风味的。靠，你这个唱的也太没有灵魂了。你这是民间歌吗？这是你的民间歌？这么残酷，我靠，这这是民间民谣，这是民谣，你是邪典吧？我靠！考服了。他就没有十指正常的歌吗？哎，他就没有几个。啊，总算有一个正常的了，朋友们。总算有个正常的歌。I can't get over you, oh.
心情很好，你说你多唱点这种歌不好吗？你的脸庞清秀让我注目，你的身材美好让我惊叹，无法说明原因，但你的智慧也让我倾心。在人类中你仍智如诸葛，能否给我一个机会来场理智的浪漫？我靠，这个好啊，你看看这一句，无法像我一般是命运来安排，在人类中你仍智如诸葛，能否给我一个机会来场理智的浪漫？这歌词比刚才那几个好多了。这是怎么了？突然什么情况？一是第一个数，靠，这是教育孩子的，这是可以给，这是孩子的教育短片。哎，孩子的教育短片怎么就要砍掉变种人的头了？你是儿童写点吧？放他走，靠，儿童鞋点。杀变种人要从娃娃抓起吗？难道？Holy fuck！ 我在想，靠，这底下有个服侍人，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这底下有个服侍人的尸体，我把他埋起来了，但是他爆，臭鲨鱼，竟敢上课，胆大包天，不许上课，禁止上课。看录播吧。每天 Gasper C 投了两个小星星。这户外厕所往哪里放？因为他真的太……说的真好。Here's a song about the three people you can always rely on. Me, myself, and I. It's We Three by the Inkspots. Inkspots 的歌啊，最经典的歌，朋友们 ，Inkspots 的歌。每次一听到这首歌，就给我带回了十年之前我第一次接触辐射的时候。每一次听到这一首歌，时光就倒流。那不，没有那么久之前，没有那么久之前，七年之前吧。对，应该是七年之前。七年之前第一次接触的辐射。What good is the moonlight? I still love the moonlight.
light that shines above. I walk with my shadow, I talk with my echo, but where is the one I love? We three, looks like it might rain later. We'll wait for you. Even till eternity, my echo, my shadow, and me. We really need to clean up around here. We three, we're all alone. Seem like we're living in a memory. That's my echo, my shadow, and me. We three. Yeah. We three. Yeah, people who come back to this area, they'll all want to be set in places like this. We need company. That's my echo. My 西弗吉尼亚列车总部。这镇子越来越像回事。But where is that gal that I love? We will wait for you. Even if you don't like the fog, just a mist makes it harder to see. My echo, my shadow. 我觉得把这个换成暗地板更好。哦 ，Sixteen Tons 来了，巨欢乐的那首歌。现在可能收不到，等会儿我看看。
This one goes out to the fella in a blue 76 jumpsuit who was recently seen headed into Gully Mine. Hope you're able to hear it! It's too wet to be outside. Come listen, you bird, so young and so fine, and seek not your fortune in the dark, dreary mine.No, no, 我看到了一个令我心碎的消息，这是一个超出预算。现在是不是没有？现在是没有。他有的时候是这样。上个卫生间，
nobody's crying but me. Friends, don't think deep fun is what I do. I find hard deep sometimes for you. It's all over, but the dreaming. Wait up there, sticks. So nice to see you. It's all over, but the grind. And I can't get over crying over you. Oh, well, that one sure is a classic. Hope you enjoyed it. I just love songs, don't you? Oh, Mama, yeah. Watching the bubbles in my blood. 我要重新进来一下，因为我把服侍人那个尸体给搞掉。不是尸体搞掉以后就可以建医务室了。还能玩多久啊？还能播个40多分钟吧，因为还能播半个小时吧。中午要上课。怎么这时候出？怎么这个时候出女王啊？靠，真是女王啊！那这不去太不好意思了吧？没有。它这系统是这样的，我说有的时候要重新进游戏才有，你不重新进游戏，有的时候是不会显示的。它血是收到，但是好友列表里没有。来得正好，他来了，我的那个炖肉罐头呢？哎 ，no！ 我靠，吓死我，以为无响应了，吓我一跳！靠，太吓人了。这女王，她为什么不出来？大家慢慢都来，我看他在打谁啊？
滚下来。他下来了。这人差点把我搞死。在打谁？谁在打我？我在哪？谁在打我？我在，我的友军是谁？敌人是谁？我是谁？超级大混战。放开我，放开我。
束了。扫荡，书写字，写书字文的顺势序非常重要。拜访其他玩家的隐蔽所，其他玩家的隐蔽所。哎，这个人啊，这是我的 camp 卡啊，这个人有隐蔽所。住哪儿了？这是随便找个地方住了。他的隐蔽所呢？这我怎么看隐蔽所在哪？这也忒乱哦，在这儿。然后是在自己的 camp 使用拍照模式。回家。
just a mist makes it harder to see. 我靠，这传送点有点不行啊！传送点怎么在这个地方？这不太好。Touch my stuff. Danger of death. 死亡危险，触电危险。那就理应应该放在这里，很合理呀、啊。触电危险。Hard work making a living out here. Yu Shi. So yeah, I decide. So nice to see you.这样不行，因为人是进不去的。共存呢？不能共存吗？那只能人工来了。
人工共存吧，手动共存。不错，反坦克巨蟒。等离子球，应该属于灯吧。这里居然不能，那这样我自己来。你不让我放，我自己放还不行？刚才绿了。OK。连一下就行。Optical sensors calibrated for detection of sparkles. Looks like it might rain later. Don't bite the phone. Even just a miss makes it harder to see.
净水器。If the scorched or the ferals don't get you, they're as well. Can't I just live out here in peace? Collecting fun is what I do. I find parking supplies. If I have to pull out one more weed. Indeed. 我觉得挺好看的，我很喜欢这种重装，但是我还没凑齐啊。我这身上只有右腿和右臂是，因为我还没找到一套好的那个，属性好的侦察甲。我挺喜欢这种重型的，这种重型装甲，但是我没凑齐。白银装饰。我特意就是要这个，就是要这种重甲呀，就是要这种重装效果，越厚越好，真的。我越厚越好，我超喜欢重甲，我不喜欢轻甲，这也是为什么我没穿服装的原因。大家看，我基本就没穿过这个游戏里的服装，就是因为它会挡住我的重型装甲。我喜欢这种重装步兵的感觉。他怎么突然死了？这拾荒人怎么突然就爆死了？我靠！谁也没动他，突然哇一声，靠，猝死了，惊了，这。巨尴尬。Makes it harder to see.
这还是不要放这个。小花生是啥？你是指那个保护者吗？这哦，你是指一起，但是保护者还真的有点长得像哎，我有这种感觉，他长得还真有点像，他长得还真有点像。这应该不是什么好事，比较惊悚。让我看一下哪边是北边啊，上北。哦，这边他这边标了，明明他这人家这边标了，这边是北边，所以我们把这个风标，哎，北边对着这里，是吧？鸡的吧，那边放一个够了，我觉得。灯，我需要那个 Welcome Home 的灯。Welcome Home， Welcome， Welcome Home 的灯怎么不见？哎，这儿，这个放在这里。靠，11:48了，哎，我只是见了见，我靠，我手腕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难道是扭到了？玩个游戏怎么可能扭到手腕啊？这不合理啊。Oh, I'm sore all over. Building this place up is hard work.广场，镇子广场。我需要一堆椅子。我这东西怎么解锁啊？靠！我怎么没有啊？这一点也不合理。我怎么可能没有这种椅子？逗我呢！逗我呢，真的。放在这里还算。Thank you.
Gorged or the ferals don't get you. That's well. I just love songs, don't you? Welcome, friend. This is 毛线情况。哎，见鬼了，什么东西啊，我靠，这什么意思啊？Holy f- 啊 shit， 气死了。我的天鹅人灯不见了，感谢该死西头的十个小心，我天鹅人灯不见了，为什么天鹅人的灯在该死的杂项里啊？有病吧，贝塞斯达抽了。谁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我是解释不了。天鹅人小摊，这边摆各种天鹅人的用品。
我要那个有分散的灯。完了要上课了，差不多播到这儿了，今天要上课了，可恶。臭鲨鱼，No！ 起码让我把这个灯放上去。是好饿，为什么？让我把这灯放上去啊！闭塞，神经病！你不绿的吗？靠，有病啊！这不是绿的吗？你们看，这是绿色的呀。是我瞎了吗？这不绿色的吗？ Fuck me， 搞什么？这是绿的呀。哎，气死了，不行，气死了，真的气死了。这怎么办啊？这完蛋了。灯放不了哎 ，fuck me！ 那我只能这样。快12点。挂在哪里了？我看不出来，但是效果很棒。那就不管了。效果很棒。OK， 先到这儿。